没接人我就开始了。去死算了你。不用管我啊，这会儿。好的。我要抢拍。好好好好，输一输。快晕了。好。点酱吗？好。你的手。哎，舞蹈动作那个是怎么着来着？哪个？转圈的那个。你抽氧的转，头发就甩出来了。这样，仰着转。稍微仰一点转。仰着，我们正好。好，可以，开始了啊！准备啊！手往上啊！还没呢。先转。开始。Yes。这个就比刚才效果好。很长的路要走。谁跟他说也要说什么的？你要干嘛？我怎么说的？现在几点钟呀？两点半了，刚才不是说完了吗？现在就是两点半了。两点三十。哎呀！哎，兔子拿你的手机给我用一下。干嘛？哎呀，你的头发真的倒影。曾经哈，在一本书上看到，其实每个人的经验中，要是有剪光头的这一刻，其实他也是挺好的。那本破书上看到的。只不过，要是我有那样的头发，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尝试这一刻。去你大爷的！可是我没有那么长的头发，没办法。啊，头疼。我没头发没。疼不疼？疼我就推。啊？疼我就推，疼不疼？我先问你。疼。我现在没空不管他疼不疼。再有点这种创新。没了。没有，没有还有呢。我觉得。不能那么想，不能那么想。我以为是。啊，没了没了没了。肯定是没了嘛。家人在装修，然后在工作当中，然后哎，有点儿带点情绪。对对对对。你去秋水广场看喷泉了不？没有。你应该去看一下，多好看呢。哪有功夫去那里呀？晚上的时候也行啊，就是晚上的时候才好看呢。应该不痛吧？节奏这东西有点高级，但我觉得他们还是。